食管。我刚才有食欲啊，看着香，来点搭配的啊，不能光吃酱啊，来点肉，再来口。这个酱辣多，咸度正好啊。再少点儿，一个视频不剪辑，家人们哈。都叫拌米饭、拌面条，大个香。行不行了，咱们真不真实？小峰安排了啊，吃饱了咱们喜欢吃的安排一下。先喝口水。
啊，那太好吃了。酸酸辣辣的，这味道真真好啊！嗯，哎呀，就这味儿啊，老铁们，没有变，还是这个味儿啊。我反正是我家里面第一款接触酸辣粉就是孩子家的，因为这个做的很早，所以说这个味道，老铁们特别想吃。哇，臭粉臭粉的啊，烫，酸酸辣辣的，里边还有一个豆油豆，一个是蔬菜啊，一个粉包，一个料包，一个腐竹包，嗯，它这个酸辣中带点麻辣，刚好吃啊。家人们，这个真的需要拼手速了，因为这个老铁们活动随时结束哈。想吃正儿八经清真的韩家酸辣粉，16.9带走6桶。2024东北头茶玉米，哎，嗯，真香啊！嗯啊，你看人家糯了，老铁们还糯了哈，咱扒一下试试。你看，哎，看老铁。看看粘哈，看了吗？看看粘，哎呦，这糯米粘都粘了哈，嗯，真好，嗯，就算吃了原生态的东西了，嗯，嗯。它这包只有玉米加的，任何添加没有哈。十月稻田玉米类的，老师卖的价格领先，必须是2024的新的加的，必须卖新玉米哈，咱不卖陈玉米。这个品牌卖的价格好。另外家人们哈，它那个什么有两个可以选，你选黄的呢，
它是什么220克的，也不小啊，八只。我一算白的更大，260克还大，也是八只，一样价，真香啊！就是大自然的原生态味道。这个包装袋呢，礼袋装的，可以送人，自己吃都敢有，就是拿个助手啊，有面的，包装很精致哈，金色的细子装，这个叫什么？生物理啥的这个，就是送健康嘛，送粗粮嘛，原生态，没有任何添加，真不贵，老铁们，29有这一套，是吧？纯健康东西，8月15拿这个，老铁们比啥都强，真的比拿这些东西都强，这个没有任何添加的。从农田收割到工厂加工6小时，嗯，好，真好，适合全年龄段，小孩上班的老铁们，老人多吃它都好。粗粮，带包装简单水煮个10多分钟就完事了。如果微波炉一定要包装打开啊，包装是锡纸。麻辣鸡，好了，这个味道足了，是吧？麻麻辣辣的，整只鸡啊，这鸡腿，脱骨的。嗯，麻辣口味，嗯，味道真不错啊，不想入味，耶，哎呦，这是在德州当地非常非常火的德州香盛家里面哈，香盛的都当地人都知道啊，新口味麻辣鸡，现在零买一只39，现在咱活动线上促销量39一只，带一只5香鸡啊。如果吃不惯麻辣的，只选5香的也行，这个不辣啊。啊，2只这个39，划算，每只20，真划算。线下买也买不来，香盛的，如果你当地这一块的都知道，德州人就这香盛鸡，软烂入味，不齁咸。当地人都非常喜欢这个，这个公司自己自备养鸡场啊，质量就把控。嗯，这个当下酒菜真的无敌了。做熟之后净用400克左右啊。